你看你俩无看字吼，讲奇怪啊！读个音吼，那白色之恋啊，迄恋唔知靠白色的恋爱是什么歌吼？啊，你看字你就知讲哦，原来是恋吼。这恋的会议房哦啊，咱来古典有无？恋足无？用古典有咧恋啊，是恋哈。啊，为道教来叫炼丹，恁知吼？迄、那个炼丹吼，就用。一个有草有木的炼的，还有炼丹呐哈，那应该是炼哈。啊，白色失恋的心吼，很奇怪啊。啊，这白色他们这有什么关系哈？啊，咱这个炼哦，白色人啊，用身体啦，用咱的生命啦，哈、啊，去炼的了，对，用咱的青春去炼的啦，就是白色失恋哈。白色话咱听无，那白色啊，白色变红色、乌色的。白色有一个名词叫“白色恐怖”，大家听到吼？因为最近内底，迄个学生咧反复冒险吼，啊，我作者学者来讲，我奇怪，啊，个现在个白色恐怖吼，迄个黑色恐怖吼是黑道啦，迄个黑道个人哦打打杀杀，我看你不顺眼吼，啊，我还没相怕，啊，无也得啊，你别个人行为而已啊，啊，竟然无可怕呢？迄可怕是那白色恐慌看无啊！啊，这个是那是政策上的杀人呢、啊。政策上呢，和什么人呢？和人失去自由了。所以，白色这个很恐怖的。白色是政策，但黑道那是个人呢。所以你去拐看为什么说白色恐怖？当你也喜欢那呢？因为中华民国。在1949年，迄阵啊，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挂出来的时阵呢，他话的逃亡到台湾去，开始实施的戒严嘛。迄戒严开始的了，白色恐怖应该是1949为人知的公法啦，但是嘛通称啦，叫做五年时代，1950年叫做五年时代的白色恐怖，因为现在。想过迄个免想过计较，所以用五零时代、五控时代吼，白色恐怖，免讲个数九年啦、数半年啊、数半年，等个咧渐渐个要撤退吼，啊，数九啊，咧走路，走路来时呢，伊其实这部宪法，他们当初在哪里做的？1947年，过代伊即摆你习惯想讲中华民国一个年个了吼，但咱即摆来在受这个一个法律的时阵吼。要把它转过来，给转过来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加减差十一档啦。所以咱即马拢用迄、那个一、那个西元的公元吼，安、尼来计算。所以即个胡茂新吼，有一个重要问题吼，迄、那个民进党立委也无敢问啦。因阿公吼，啊你定来黑箱作业啦，内底对咱老百姓吼，哦不利的所在创啥嘞？啊是毋是矮化啦？你真简单叫公布，迄、那个年个是安怎写？是中华民国100几年吗？还是公元2014？还是偌济？无人去甲问遐啊！啊，你太多的名，咱个公司，我这个公司对公司要签嘛？和我拢讲话裁员什么公司，改为什么子公司吼，上面来签嘛？负责人煞签了嘛？对不对？你也看，你唔知啊，阿伯难问。你说矮化有矮化无？啊，即卖遐遐生意人讲，啊，咱用中华民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啊，伊讲啊，你在搞台独，哎，足奇怪呢。学生啊，替你讲哦，阿伯，你卖用矮化国与国，啊，你签这无国与国，未算啥货啊？啊，你来注意听，迄国民党都唔敢讲呢。唔，敢咱是用什么新闻来签呢？敢来渔夫签了就含签了啦，恁就另外通过了啊。哎呀，民进都无来啊，你知吼？民进都卡卡手脚，都跋倒伊啊。啊，这学生出来，所以这囡仔出来，啊，恁大人跋倒，恁大人在这游戏规则内底跋倒先啦，啊，玩这囡仔出来啊，所以变个有这个新的局面出来。啊，你讲个新？大家够无人问呢？啊，无你是啥物人？含人签咩啊？我伊是用啥物新闻啦？是中华民国啊？迄、那个陆委会主委吗？
啊，是用我的什么什么公司的董事长啊，什么会啊？所以恁伫迄落看报纸、看电视，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无？是毋是无？啊，为什么呢？所以你讲的是毋是咱落矮化伊？啊，矮化都拄啊好尔尔咧。啊，你本来就毋是一个国家啊。所以还没签的时阵，我写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啊恁咧？国语，这一个袂啦。啊，无大，台联也好，啊，迄落民进党好，拢无来问这个问题。这个问题若出来了，呈现出来，哦，到底你国民党还能签是安内？啊，无是动对动吗？我国民党还要共产党签吗？啊，是用啥签？我真系想拢无，啊，伊就无要公布啊。啊，大家无问，也毋知影。干阿只学生也讲，啊，咱袂使，咱一定爱用中华民国含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签。你看呐，无来甲滴落啊！讲你安尼主张台独啊，哎，奇怪呢。中华民国含台湾有啥物小关系啊？你敢会讲安尼先？遐学生伊，伊讲啊，咱着国对国嘛。结果弄着国民党的疼，你知影无？伊弄着脚迄个，迄石头跌着脚。啊！我哋未使用中华民国人，啊，佫未使讲者，所以佮咧听你知影，所以佮咧签这个服贸，引起很多的问题出来。所以中华民国唔是这个国家，台湾那唔是最主权独立的国家。这美国国务卿迄个Powell伊讲得足清楚滴个嘛。第一，你中华民国无土地，我咧算是你夹这个人来算呢。你土地在哪里？在中国，你用挂出来啊！所以伊无土地。啊，你台湾呢？你有土地，但是歹势，你有中华民国这个卡在地理之内只。啊，佮用中华民国宪法，用这个游戏规则佮恁扣掉嘞。所以我谈到讲，伊这部宪法是1947年的正月时阵伫南京。南京做咱有十几个台湾人代表，我讲迄毋知代表，迄个招罗鬼款呐。啊，伫遐做伙讲有安那界限，但是1947借出来时呢，也未用着，因为咱台湾发生228事件，各位知影二八事件吼，就1947了。佮刷来呢，就是中国因内战等咧查。等查实了，说这部宪法呢，都无当用啊。所以你看，隔年1948的时阵吼，伊把这部宪法冻结起来，啊，冻结起来。冻结啊，你顶回要算的是呢，1999迄阵啊开始开放，你知影无？迄阵啊冻结起来。伊冻结的时阵呢，即马讲迄个宪法内底哦，伊第四条吼，第六项吼，中华民国的领土，吼。要变更的话，非得经国民大会。我哎，是安尼呢？迄是宪法呢？结果呢？啊，即无国代啊，各位知影吼？啊，即无国代啊，啊无国代，你宪法内底佫无修改，啊是变哪？非得经国民大会代表。啊奇怪，啊都无国代是变哪修的？所以这部拢是好笑那种假。过来这部宪法抓头抓尾吼，拢无台湾是伫因的领土内底。佮讲啊，来佮推较早就对啦。较早的时阵呢，就是1936年的时阵，英国的切割啦，号称叫做五五宪章啦。这个五五宪章为头到尾内底哪拢无台湾，刚才都有写了蒙古。所以有人呢，这个马英九的时阵，一直想尽办法出卖台湾。啊，获得伊个人的利益，就是要安那呢？含习近平见一个面啦，来要留迄个历史的定位啦。见一个面，因啊爽啦。啊，所以呢，不管你台湾安怎反对就对啦，想尽办法要见一个面啦。所以见一个面吼，所以有人学者咧也笑啊，讲按照中华民国宪法吼，蒙古啊是迄个中华民国的吼，啊，你把习近平约去蒙古遐就好啊。啊！因为蒙古的，因为我们中华民国的领土，吼、哦，安尼你习近平呢？你代表中国区的区长来我见面呢？啊，当然这是咧考试啦，这是咧笑的，你看啦。迄阿毛伯尊校长讲蒙古也是因的就对啦。做个行政院长，
啊，蒙古人早就独立去啊，独立全世界一个国家，日日过来，你也一路啊，伊个讲也是因嘞。所以连脑袋僵化，你知影无？啊，恐孤立的，咱讲恐孤立的。所以咧，长时间伫中华民国教育内底，所以登袂过。所以一直咱那呢，因过来时阵，老实讲，咱台湾迄阵啊属日本的，因为伫咧战争中哦，日本的天皇一个就下诏书啦，有四月初开始，台湾配合即个家呢，我个征兵，你来当参战。所以你会当参战甲征兵，这个代表哪呢？你是迄个国家的，因为你征兵要效忠他效忠啊。所以迄个时阵开始哪呢？日本的都得纳入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等等。但以前是亚克时代特殊地修上哦。你当然啊，清朝挂火的时阵，哦，因啊牺牲真济人来征服咱台湾东部就对了。有的当作挂火是恁较早初期班唔知道有甲恁讲过无吼？落七叠床的迄个贪娘啊有无？有无吼？干那这床的贪娘啊，迄地娘娘，我咧看奇怪，啊台湾较变的啊！迄个清朝时代就是安尼啦，中央三位一当的遐拢唔是个啊。但是咧战败啦，讲起话变了，拢跋树叫声吼，规个人隔壁吼，拢挂挂好人去啦。啊，所以咧，当初遐高山做原住民都不妥啊，因为清朝战书和我有关系啦，啊，这是我的家园啦、啊，中央山脉啊，这台东这拢我的家园，这也唔是含清朝无关系啊，清朝挂的是迄边的啦，阮这边这边含迄边无共边啊，所以日本的时候咧，食着惊你啦，来安生好啊，我都你挂号啊，我来通知，吼、哦，那惶恐呢，这原住民不妨呢。所以让日本啊按照国际法来，无我来征服，甲国际讲我做征服啦，无征服的时喏就无多，所以用十年的时间喏征服。所以啊，原住民哥啦，今物咱要讲自己有无？哦，受着迄个日本教育，啊，所以现在台湾的心，当初挂号的心，清朝对我是安那讲，你知影无？咱这个台湾的所在哦，叫做鸟不语，花不香啦，啊，男无语，女无情的所在啦。诶，化外之地了，所以看在台湾这个是成个笨手地，你知影无？无开发的所在，所以归起啊，咱来挂挂好人伊啦。那无征求咱的先民的同意呢？无征求咱的祖先的同意，讲诶，我多啊，我都怕输人吼，无恁家去用油漆啦，哦，去好人去了啦，都无征求咱的同意，归了挂好人伊啊。所以咱岛内苗文就是迄阵啊呢。1895年开始，1894年的时候是甲午战争啊。甲午战争的时候，决定咱台湾人地处的命运啊，就脱离大清帝国。今年各位知影吼，今年2014也是甲午年呐，都足足120冬。地处的咱的95年的时候，也决定咱台湾人命运啊。这好像是上天在捉弄我们呢。咱台湾几百年来的心吼是坎坎坷坷，生活是无咱一个属于咱家己的国家，你知影无？拢是人做人的基地，阿不得跳板。各位心，我讲白色出来以前的心，你出去班，我有讲些呢，台湾前途何去何从？迄阵啊，伫初级班我都讲，即摆初级班我无，我只讲高级班啦。但有我各位无啥清楚的部分，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来让个各位讲吼，咱台湾，尤其咱即摆伫台湾民政府这个华丽的时阵哦，必须把咱台湾最简单的近代史拢爱稍微记咧，把国民党所有的教育免啊剔除，免啊踢开，哦，这那是真困难呢。但是呢，经过恁一届两届，听这江苏台讲，然后佮看些咱新台湾论了，我想恁的概念就让成立了。早期咱台湾，佮偏哦就对了，葡萄牙早偏哦，伊无咱台湾。但西班牙呢，有咱台湾为北部嘞，荷兰有咱南部。所以到尾呢，荷兰
把这个西班牙系统赶出去，就荷兰的这个所在。所以不管荷兰也好，西班牙好，拢是欧洲来的，遐金头毛、金目睭的，有红头毛的啊。所以照料时阵呢，老荷兰台湾甲即阵，也阁会当讲伊的话啊，用伊的物件，迄个名称也阁留落来，再好的留落来，啊当然歹，可能就啊随因造业啊。各位，您知影吼，所以咱华纳会啊，迄华纳会即卖讲叫做火柴啦，因即卖用个一个打火机火柴啦，吼华纳会啦，迄华纳是华纳咧用的迄个火啊。我咧拍咧就倒咧吼，啊，即摆都无用啊，即摆那个用赖打咧代替哈，看到还阿会，而且还阿就是因用来，啊，还阿姜啊，迄还阿食迄个还阿姜啊，啊咧咧点迄个啥，还阿油啊，啊种还阿拢是因遐，你知影无？我一个上届那呢，甲即阵哦，嘿，我那用个不是咧讲吼，我不咧讲水泥，我讲阿木头啦，啊，即阿木头阿木啊咧用个土啦，我话咧结实够好用咧。各位在座是不是？您今仔个咧讲阿门陀？我先讲阿门陀。哦，对啊。啊，即个迄阵老落来，但因即个来呢，咧动作啥呢？因个基地跳板。为什么呢？因个东印度公司咧做贸易、做生意啊，因要趁钱啊，所以把台湾啊做做南进基地咧趁钱啊。来，地仙公的时来间挂出来的时阵呢，地仙公比这个所在做做。反清复明的基地，我反清复明的基地哦，阿什么咱台湾那做基地哦，哦，阿什么了呢？我清朝的，哦，当年清朝把迄个郑成功啊给消灭掉一身，什么因为迄个抗倭战争，就挂大日本帝国皇帝，啊，日本来才建成呢，因把台湾做那呢南进的基地啊，弄了基地就对了。为啥日出大战的时阵？老实讲吼，迄阵啊，美国时咯，看台湾也是啊，噗噗啊，干一地啊，尔地都看个咧一地啊，尔。但当下呢，当因伫了菲律宾的空军基地，迄用炸啊咪冒冒时阵吼，美国发讲，哎呦，这飞机有对来，为台湾来啦。啊，个印尼也是为台湾飞的啦，好，我较慢慢重视这台湾这个所在呢。无，伊虽然讲阿是伫太平洋迄边一块啊，迄落尔尔，但日本甲做一个基地，南进基地，所以菲律宾遐讲甲明冒冒，所以即个把马克思离开了迄落啥呢？菲律宾的心哦，一个讲一句名言啦，我哋个得到 ，we shall overcome。哦，即个真有名迄落，真有名的官啦吼。啊，所以。台湾迄阵啊，和美国重视讲，哦，这个所在袂当轻视哦，是一个真好的基地哦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因为因伫迄个伊拉克迄带啊，和咱岛内做在特工队个讲啊，密密麻麻时阵呢，所以迄阵啊，就讲这台湾真命啊，所以同一个战略上的调整，本来的军事上叫做主导攻击啊。我这块岛攻了时，我后厝再去攻迄块岛，吼、哦！迄阵啊，伫啥呢？硫磺岛的时喏，啊，死伤真侪。阮去年去美国的时阵，就是迄、那个记者迄个酒会吼，我落去，阮搁伫华盛顿 DC 去参观咱个家己个办公室。以外呢，咱走迄个华盛顿 DC 遐有一个啥呢？一个迄个缩掉迄个伤哦，有够吼！迄、那个栩栩如生啊！有够邪个就是咱伫硫磺岛样哦，伊在美国为着要迄个机啊，美国机啊要插起来时哦，迄个雕像的对啦。你可见底下呢战争很惨烈，美国人底下死真济，日本人死真济。啊，你说你甲缩掉迄个胸起来，所以美国伫硫磺岛死成啊济时呢，当要攻台湾呢，马克思个调整啊。哦，我那伫台湾个攻的要死伤偌济呢？对不？所以啦，用美日搞来轰炸，各位必须要跟恁讲过吼，是美国来轰炸。较早是唔知影西洋戆戆跟日本来轰炸，迄咱家己日本人先来日本来轰炸，是美国美日搞来轰炸。所以轰炸，
所以美国的时阵，迄阵啊，一改变你的战略了的时阵，直接就讲啦，讲乌克兰话。爱讲乌克兰是啊，就带咱台湾的命运啦。如果迄阵啊，他不要越岛攻击、主岛攻击，迄阵啊，一定了咱台湾。咱台湾的命运就无中华民国，会过来只暂时照大大一个，拢永远要变因的就对啦。所以我讲，这个是咱岛人命运。有咱岛人有39,100个，伊伫即马日本的靖国神社，咱能证明咱台湾就是日本的。因家人无伫中华民国中立时。加咱的台湾人39,100，迄个伫了日本的新社内底，靖国新社内底，来证明这是咱台湾人。所以美国迄阵啊是吼，迄个跳过乌克兰，台湾去乌克兰话，老实讲，迄阵啊日本伊拿啥呢？就是咱较早无国，那是准备呢，要让美国伫台湾大吃饼，所以呢调两师的最精锐部队万东军呐。来台湾的准备让美国吃嘛？结果这两师的精锐部队，哇，要被顶着卡手的吼，日本煞投降啊！所以我就细汉的时候对这个汪东军的时候真好印象。你看，因要撤退美国以前，我等于日本以前呢，伫困伫阮三民国校。各位，恁也伫高雄，你知影吼？三民国小，伊都困伫教室。啊！即是拢出来伫教室外口，拢坐咧，等老爸牵上倒转去。阮细汉咧是印象有够深诶，迄个军容足整齐，迄个领章操足金诶，配诶足金诶，包括迄个队长，阮武士都甲抽出来时阵哦，阮抽阮高囡仔尔嘛，金闪闪。所以阮从细汉开始讲奇怪，啊！即战败国家，迄个军容那遐好，军纪遐那好，但是呢，所谓讲。战赢的啦，迄是战术中的赢就对啦，是捡到美国火烧落来啦。两个原子弹炸来，伊讲伊赢的就对啦，就是中华民国，对、哦。因派军过来的时候，阵啊呢，就咧伫高雄登陆啦。阮老爸去码头啊接啦。我大的时候愈想愈懊恼吼，迄阮细汉就听伊啊，伊码个接的时候是阮阿妈硬要同意啊。你们看我阿妈是喏，是白长啊，白头长啊，爱着穿三寸的呢，吼，啊穿迄个啥，这溜啊溜啊溜一半，这边迄个，爱那细头毛吼，我这孙啊吼，落迄个头毛吼安尼，那好贵的对啦，又足长的啦，啊，到妈妈一个第二细安尼，爱那咧洗脚吼，哇嗨啊，一支德哥吼，比一支的裹脚布啦。两洗两脚的时吼，都爱用两支德哥啦，你知影吼？恁也毋捌看迄三寸的迄个白裤脚的吼，白脚的遐，因讲裤脚布遐，吼，阮细汉的时吼，拢阿妈遐就知影。过年洗脚，阮只孙仔就知影。如果用用三寸的啦，落去德哥吼，遐咧落一支脚披一支德哥就对啦。但阮阿妈是喏真精真聪明，因阮阿公早亡先矣。培养七个查甫囡仔，佮三个查甫囡仔，拢饲十个人，吼、哦！啊，包括阮遮个侄啊，阮遮迄落咧做医生，佮留日本安尼，一个白卡会当抚养安尼啦。所以阮伫细汉一直感觉阮阿妈现在有迄个智慧。为啥我爱讲呢？因为二八事件时阵，阮阿妈叫阮三阿哥要出门吼，一定爱半年，无能手。卡面拢抹个黄生滴滴，迄、那个黄脸你个知影吼？爱、啊、是食咧苦啊！但你来抹起来先哦，迄黄搞搞，迄看咧像个气病的人，气弱呀，吼！啊，阮阵啊细唔知影，甲大汉的时哦，听阿哥咧讲啊，伊讲的时哦，好在恁阿妈啦，甲阮三阿哥拢保持真安全呐，你出去拢抹黄脸呐。你真来对中国兵啊出来先咯，落来，落看到查某就吼，落不管你安怎就对啦，落主要查某落拖伊吼，甘蔗园啦，对，真卡拖伊甘蔗园啦，吼，啊起来，凊彩乌白迄落，抢啦、强啦、干啦、杀啦，无落不作就对啦。
即各位你少年啊，唔知影无即段吼，讲到二八事件吼，无我想安那呢？我叫迄个时喏，讲迄两分外钟吼，二八事件时喏，伊是安那甲咱残杀了对啦，我叫啦。二八事件1947是2月27日，咱即个林甘麦欧巴桑伫遐咧卖烟，结果呢有中国一个叫咱技师的咧，唔知影啦，咱又无伫现场，但是要拍死一个事实。总体啊，拍死。迄27日，二八早的时候，各所在人总伫集过来，伫咧延平南路平遐，讲奇怪，咱一下跋咧卖烟，后尾煞先用拍死安尼。吼，伫团伫咧团团团，为骑脚踏车，为毋知用走来吼，为中部、为北部、中部、南部，团了往高雄3月7日，你看全台湾起来，为甚个表示呢？毋是个案，是通案。表示你中国兵啊，伫全台湾无恶不作，手强干杀，开迄个做引爆点、引发点，迄种火烧高粱为北部烧那个南部，二八的时哦，外国嘛，到即阵要来灌输，唔敢出来领钱，恐怖到即个心态滴个，我当然是走去海外，我也个伫本土来台湾内底，无人敢，你伊含我的。白色恐怖无同，我是属于白色恐怖。我伫前后伫绿岛，为台湾甲绿岛总共关15天嘛。这15天迄阵也是叫做白色恐怖，但咱有性命倒转来，有真济人呢弄得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。过一阵少年了，唔知影啥，迄个28你找出来没有？迄个28，互因看一下吼。二八迄地，等到两分外钟尔。你看，当然，拢很可能是，拢实在。你看吧。好，你看吧，6月10日开始，啊，数据6月10日起40000多，我了骑卡拉车的时阵，用偌济嘞，还我一块钱，啊，这骑车，这个车唔知换2块无啦，你看无，我骑车嘛，啊。是。各位，迄40000多吼，我等下看到迄台啊，安尼穿了拍掉的。那像我每看一下个影片吼，家己拢会流目屎。为什么咱一个战败，咱个国家一个战败啊，无人保护咱？不要乱保护咱，所以任由他们来宰割。28的时候，今年28了，我去参加一个叫做和平纪念日会了。有一个受难者吼，伊讲因老爸是老师啦，但突然间中国兵啊，跟老爸阿姨了时了，拢无倒转来，以后才讲互人枪毙，因老母带着四个囡仔。去啥呢？去做苦工，去人洗衫，要养饲个四个囡仔。但因老母呢，讲突然间有一日想到讲，伫遐那黑暗的时代，因翁咧做老师都无啥物代志啊，都用拍死。我即马着去饲只囡仔，明仔载是会生做安怎？即未来时代安怎？
活得无意思，要带血囡仔去自杀，结果要跳爱河，唔是跳爱河，跳河。去带的时阵吼，带一个三岁查某囡仔，三岁呢，伊带伫海边，带捡了只芝麻囝。芝麻囝是伊跟妈妈讲，伊也唔知影戆戆，伊妈妈咪带伊要跳海，欢喜个捡只芝麻囝。伊跟妈妈讲，要甲妈妈讨啥？讨手巾啊！伊妈，你讨手巾要从啥？伊讲我捡了只芝麻囝吼，我要包顿来吃。啊，这个芝麻囝吼，细只或大哈，大只，大只一个生较济的芝麻囝。伊妈妈听到伊这三岁左囝，听到拢吃起来。我这个三岁左囝，都知影讲这个生命的价值。一只小只芝麻囝来，伊就要饲个大只，要我生大。那么我作为老母的，就无简单只囡仔，我要出来跳海自杀，或者三岁查某囝因为迄个动作，遐话拢改变啥？改变伊对生命的价值性、价值观从的改变，把屎捞来是咱。我一定要呢，把这血囡仔抢起来。跑出去了是拢抓这血囡仔回来。你也是我听到这事哦，那是我哋大家听到嘞，会流目屎。迄个时代是安尼，好不容易妈妈带迄个三岁左囝安尼甲讲遐话，啊无这死啊，拢归拢去啊。迄时代竟然是这样子，所以我讲了，白色思念的心哦。难免一定讲的是中华民国来自来的惨无人道的一挂行为，尤其是伫上甲伫咧戒严的时阵，我讲几个吼，大家做参考。就讲有一个师大毕业，迄日一间学校，迄校内底咧，其中有一班叫做牛头班的啦。各位大家知影牛头班的吼，啊，就是无要上学，无要上学的啦，吼，啊，都调皮捣蛋的啦，啊，这就是班叫牛头班的啦，无一个老师教的对，教到一两百多的时候，校长在咧找无人，结果这个师大毕业的吼，自告奋勇，毛遂自荐吼，伊个校长讲，讲啥呢？讲来。叫我来教，校长也是存疑啊，因为伊较少年，师大毕业尔。伊讲，唔过遮足歹教，我知，马紧，互伊教。结果教时吼，较有资质啦吼，真个站袂住啊！伊安那讲伊知无？伊讲像你们这样子，我们的政府怎么反攻大陆？我才听了哦，啊，即个正常正常嘛。那老师咧骂学生啊，啊成天咧也无要读册，调皮捣蛋，啊政府想要反攻大陆，但是呢，这句话经过转过了，有人当因家长讲啊，老邓，诶家长来都做伫中国啊，咱这毋是讲外省本省哦，叫中国的啦，吼、哦，咱台湾咧中国也对啦，吼、哦，等于讲回先吼，讲啦，讲我们老师在讲课的时候吼，说我们的政府不能反攻大陆啦，诶。哦，我这差真济，应该是调皮捣蛋，无要讲呢。结果人来报伊遐顶管监狱总部遐，安尼会使？我你老师咧讲课，开人讲反攻大陆不行啊，对不对吼？我来讲，你记吧，这雷震，雷震提的《中国半夜看下反攻无望论》，你各位记无？判十当嘛，伊个迄篇文章俩讲反攻无望论嘛。啊，所以老师电联讲的是，咱的政府不能反攻大陆，好来。人问啦，啊，就来讲啊，我无那些学生的心哦，调皮捣蛋啊，夹袂落我巴肚，我来讲安尼啊。伊讲不是，你讲为什么政府说不能反攻大陆？我们的政策就是反攻大陆，巴肚啦，安那啦，要个判刑啊！伊敢老爸吼，给啥呢？迄个青天白日勋章啦，我各位捌听伊吼，哦，迄报吼，法官也讲吼，这是咧报啥呢？报判多刑还是死刑判不判无期吼？这你思想有问题啦，吼、哦，这不好啦，啊那个判，哦，
哦，甘话三当合阮底下做做伙吼，最后迄三当合阮做伙啦吼。佮有一个安那呢？迄、那个波阳，笔名叫波阳，伊个正名叫郭玉栋，即历史学家，哦，你唔知吼？伊当初咧写册时阵吼，有三大戒律啦，起码讲左右铭啦，然后讲讲，无爱批评，无爱写，讲家啦，兼比中波，这也袂使啦。嗲啦叫我这拢袂使，因为这嗲人个你听，吼、哦，啊那其他吼、哦，什么老贼啦、立委啦、干委啦、这个国代啦，迄、那个老贼啦，迄、那个统统叫做老贼来讲吼，你批拢要紧啦。结果伊家己定这时吼、哦，哇，迄人呐运哦走袂去啦。因某吼，伫迄个《中华日报》的副编呐，有编一个吼、哦，外国迄个不派的吼、哦，吼、哦。迄落大理学所迄不败的吼，人英文呢，伊个翻做中文啦，啊四百多啦，第一百多吼，就是有两个爸仔囝，拢也无讲什么人哦，哦两个爸仔囝，第一百多时呢，两个爸仔囝走来个一个孤岛，嗯，啊也无讲台湾呢，就走孤岛尔。第三百多时吼，因老爸坐一个迄个椅啊吼，啊头前的桌啊，佮红纸啊毛笔字啊，写啥呢？告全国同胞书面，一个点点点点点，因后生徛了壁。第四百多时吼，就是因老爸个这里啊，因后生徛了壁，拢无讲什么人啦。用爸爸爸爸，啊，这里倒了咱两个呢，是要告那个全国同胞书面，我系啊。这可能讲你想一下呢，想一下，迄个老爸就是蒋介石啦。蒋中正啦，啊，后壁迄个囝咧，咧想要讲蒋经国啦，啊，你讲这个倒家，咱两个表示咱两个独裁，咱上大，你叫做无啥话，啊，变成告全国通什么？嗯，啊，这个，当然总统开，咱告全国通报书面呢，啊，是什么人写？好，我直接来想要为阿爷，得了呀，来判十当啦，判十当。你绿岛的时阵呢，有人我关监房，绿岛啊。这个波阳先生哦，是真正真有名的学者。啊，你像这种哦，还佫有一个台视啊、台视啊，最初头的时哦，有一个姓柯的主持人呐、啊，一个比手画脚，你知吼、哦？迄比手画脚就是用这题目，啊，这阿伯咧讲哦，讲哎，我即摆咧念，啊，你着比啊，那鸟咧背后，啊，着安那背啊，吼、哦，啊是讲有辆车啦，什么哎，阿伯咧读啊，头前。结果有一个题目啦吼，后壁咧念啦，啊就话头前就比呢吼，啊比的是有人讲啊这什么？讲下来有一只乌龟，哦，伊的比的形成乌龟就对啦。啊，即马讲哪呢？迄落修过海，啊无讲台湾海峡啊啦。要修过海的时吼，伊只后壁咧念吼，我就变个啥？四脚朝天，哦，四脚朝天，啊就比个吼。啊，即马佫来讲哪呢？即只孤儿心吼，过下四脚踏真啦，一踢个踢个踢个，安尼就对啦。啊，这可能迄个主持人男仔讲什么挖个意思哦，结果掉电笔中波啦。讲迄只乌龟吼，你来写呀蒋中正啦，别当别讲啊。啊个四脚踢个踢个，嗯好，总得不安住。即、这个节目吼，你呐较年纪较大了看哇，但是即节目拢无伊。叫做比手画脚，我个讲起来较趣味哦，就是迄个蒋中正，伊是拢十月三日哦做生日的，说什么中山堂、中正堂、什么堂哦，主要要祝寿的时阵吼，你也是拢摆啦。刚阮做学生的时阵老摆，以后就万人拢摆。安那呢？头前后壁，阿达在后壁门头前啦。伊讲，啊，今仔日。拜鬼啊！我就讲拜鬼吼，迄个边仔人的心吼，唔知什么人就对了。我哩今日听到讲拜鬼的心哦，总就报去了，报去兼比中波了吼。伊讲啊，今天跟伟大的蒋公祝寿，你竟然说在拜鬼，哦啊，这代志大了呢。拢走迄个调查局在听听，到尾就起诉法官遐去哦。法官就问讲：“你这个拜鬼是什么意思？”伊讲：“阮台湾吼
讲拜鬼吼，是星期几的意思啦，吼。但是法官也好心呢，嘿，伊讲人呢，无钓钓台湾人来问看卖，要钓台湾来问吼，嗯，伊都讲了没有错啊。我讲台湾咧讲拜鬼吼，是星期几安尼啦，后来吼，即马法官安怎判你知影无？法官讲经调查啦，哦，有咧调查哦，台语拜鬼吼，怪了哦，是星期几没有错了，但是哦，这个但是人哈，但是他讲的时间与地点不对了，哦，安尼来判了呀。所以老弟拿来讲拜鬼吼，阿你要注意哈。哎，唔当我别讲哈。哦，这熟悉嘞，我唔是讲过，真正熟悉些呢。所以敌的白色恐怖来对吼，是真正遐恐怖的。迄个人要听收音机吼，是秘伫迄个密照地内底咧听的，偷听的啦。啊，即咱少年的时阵拢无经过这段，但是阮拢有经过这段。阮最初的是头是要主张啥呢？主张爱台湾独立。当然，即摆咱民政府内底的法律主张无同，但我即摆是讲阮最初。阮最多人都有这个想法，因为阮在咧读这些咧，在这外来监管，这招罗监管嘛，伊都唔是咱本土的台湾的呀、啊。而且细人的时喏，阮咧困就困伫门口埕吼，拢无咧关门的呀、啊。阮咧草席啊，芋头拿出来就伫遐困咧，拢也唔惊讲来抢，会来夹，会创啥货啊？所以从细人时开始呢，慢慢叫你即摆中国来的时喏，你做剃汤，剃汤来挂灯去咧，搁做剃汤，对不对？所以两项比较的时阵，从阮细汉开始咧断的时阵吼，就无同款的比较，佮加一个阿嬷甲恁讲。所以我这阿嬷是真了不起的，一个是三寸脸的吼，对不对？伊能保护阮三阿哥很完全，迄就无简单的滴个啊！我这滴个时阵拢受了遭殃，你知影无？所以从细汉的时阵，听到阮是大人去买头壳接，佮看到遐饼啊吼，当然是甲阮阿嬷咧讲，迄种阮伫边讲吼。讲迄成乞食兵诶，慢慢大汉诶时吼，较早讲啥物乞食兵诶，因咧在落船诶时阵吼，顶社会派咧啦，每一个拢派顶社会啦，后穿草鞋、屁股脚诶啦，啊有个派两支枪啦，一支吼持久步枪咧烧钱咧，啊一支啥咧咧假婚诶烟枪啦，你知吼？较早时段一支咧烟枪诶啊，拢派两支枪，啊这是咩变咧战争咧？啊阮细汉听讲诶时吼，啊日本战败。吼、哦，迄关东输的时阵哦，伫三民国后，要用前队，吼、哦，仪容整洁，甲精神有够好诶。两项比较着知影较大汉咧读册，阮大家向中学毕业后先，慢慢思想的开发。吼、哦，阮来遮走路边仔就闲啊，啊，伊毋是来攻互咱台湾，是伊是用拍迄个山顶去啊呢。迄若无美国两粒原子弹的时阵哦，连中国也无伊。所以今日中国咧台湾时诶，你是要怎讲伊诶？迄个死诶政府啦。蒋介石去平伫迄落，伫迄落四川成都遐啦，对吧？南京也一个政府啦，东北也一个政府啦，云南阿嬷呢也一个政府啦，什么人个代表中国？所以今日今日讲去台湾时呢，抓头抓尾哪拢无伊呢？我听到讲五五宪章也好，啊1947，因所定的香港人内底哪拢无台湾时言呢？所以咱这点的心哦，咱是国民党教育内底，所以上面开罗宣言啦、波茨坦宣言啦、公共的，迄宣言是台公共的呀。正联都内底，咱三两个各国的，为着讲要建立，马建来讲讲的，迄勋章啊，分袂成啊。建立后上条呢，哎，安那条约、合约，今仔日就是咱合的是咱的，必须要抓咱过伊的。这条开始咱有咱的法律，就咱合的咧写足清楚啊。美国咧才占领过嘛，唔是你中华民国啊。中华民国迄阵啊，是用拍走路的时阵，美国是拢。嗯，啊，这本来要送菲律宾，你知影？哎，讲啦，无只，我要吼，来替迄个西方国家是维多共产国家。哦，所以美国讲好啊，你要做我拍手哪好啊？哦，所以阵来美元直直来呢，对不？哎，你美国的时阵哦，迄阵战了的时阵哦，吼，世界纷纷争争作些处理，干那日本好啊啦，日本你来替做这个和平宪法。来，电了阿伯，日本的特殊变啊恢复起来，仔细变啊恢复啊。
啊，佫无想讲要甲天皇的心哦，这个制度废掉伊无？要保持日本的天皇，还是保持佮当时日本天皇较有这个权力？哦，你讲了上少脑筋呢？啊，你建败了心，爱重建，啊，要赔偿，我若建到明末，我要赔偿啥货啊？所以中华民国老蒋会利用这个机会，要让日本承认伊代表中国，我以德报怨。各位记住无？以德报怨，中国牺牲偌济，炸死偌济，你敢以德报怨？死去泰国鬼了心了，拢免日本赔，所以日本有回报他。所以承认伊在中华民国，而且佮承认伫迄落地上伫联合国内底。所以老蒋是历史以后拢定下了是安尼啦。以前中国人偌济换啥换来就是个人的地位啦。所以中华民国的时候，联合国赶出来，迄是第二次西蒙。第一次西蒙是在1949年，恁各位来去中国南京啊看以后，就蒙牌底啊，就中华民国蒙牌。到中华民国1949年，第二届恁来看是联合国内底，联合国迄块迄轮那是有啥？中华民国不够毁掉伊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替伊全中国的代表权的席位啊！来，各位来，唔知影讲为虾米？迄个时阵，你伫中华民国伫联合国内底，为虾米要中国入去？即摆中国入去了，安怎要入去？伊较袂用互你入去？我想各位台有这个疑问呐。台湾高雄有几啊大叔，那是甲问这个问题啦。我讲吼，迄叫做国际局势世界无同。当时阵也是美国西方国家为着围堵共产国家的时阵，叫做围堵政策了。所以老蒋的时呢，退出遐的时呢，伊拥护咱台湾毋是的，但是你个站唔是你个管啦，所以管理当局啦，我委托伊来管啦。那我有只倒转伊遐，我都无法通倒转伊来。各位。这个代表官们的做简单的是，你也从二次大战咯，法国是和希特勒德国占呀，都赶出去啊。但是法国因安呢，伫伦敦成立这个流亡政府。韩国伊落日本叫因安呐，敌对大上海，甚至一个迄落流亡政府。但是因的了，就是因的倒转去。啊，做中华民国是都无能倒转去。所以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，人法国遐佫倒转去，所以伊阵也是讲，伊代表法国，人世界拢承认嘛。同款，韩国迄阵啊，人拢承认，佮倒转去。唯独中华民国，迄阵的承认，伊代表全中国，但是呢，伊总归袂都无法通倒转去啊。所以伫联合国内底是，迄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买一摆，马上啊来，伊个。甲人亚洲都无法度通过，为虾米呢？迄阵美国西方国家控制一个火车权，美国都无唔免用啦。伊甲人迄个重要议案三分之一，迄阵爱六七十个国家吼，啊中国都无多啊。所以一段迄阵啊提案，拢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代替中华民国的席次，因每一当提案拢袂过。到尾有啥人提案？就是为了阿尔巴尼亚代表世界第三势力的亚非33个国家了。他跟美国讲，伊讲现在国际局势安尼变，伊一个台湾这个所在做中华民国，伊变啊代表全中国，无论地图拍开，无论人口，无论土地，你的台湾是变代表中国。你美国政策也无要改，阮这阿非33个要偏向要支持苏联集团呐、啊？哦，这个美国是咧国际局势变动啊。所以当然呢，派郭培清来甲蒋介石讲，以国际局势变化，所以啊呢，你讲了普通会员国安理会释出的中美印华书，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替，你呢主代表呢台湾配合。甲其他小多数，那安尼呢？美国人支持做了普通会员国啊。叫老蒋安尼讲，老蒋不能知嘛，叫做汉贼不两立嘛。所以原来先哦，
美国把大美国甲中国讲的时阵哦，迄个周恩来啊，哦，做总理，伊讲 OK 啦，因为中国赶紧要入去国际社会内底，就无管你这个小小的台湾了，就对啦。老实讲，迄阵啊，看台湾这点也是瀑布啊啦，来管你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呢，美国的时阵，迄阵啊，用安尼机关拿呢，是拿出卖咱台湾呢。但是为什么呢？啊，无成。我讲迄阵啊，是吼，迄个基督耶稣甲蒋介石讲啊，讲你无答应。蒋介石是信基督的，因为安那呢，随着啥，本来亚因为呢。啊，有特别传宋美龄的时阵吼，伊来改就对了，改信耶稣的啦，吼、哦。啊，结果我想讲奇怪，迄阵啊，那蒋介石答应讲好，我中华民国我的领土就台湾甲澎湖，搁两块石头看袂无，就金门马祖，吼、哦。正在金门马祖呢，老实讲，还阁是中华民国的，但是台湾澎湖唔是。那迄阵啊是个复国了的时阵咯，我讲那迄阵啊答应啦。就无唔免咱台湾今仔台湾民政府啊！啊，我讲的是南面个今仔日，你民进党，你蔡英文顶个遐讲的，讲台湾的顶个中华民国啊！我讲那老蒋一统的是迄阵也讲的啊，迄阵 OK 啊啦。那你即马在讲台湾顶个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顶个台湾，而且是中华民国，唔是外来政权，你讲什么话啊？各位，你有法能赞成讲一讲话吗？台湾是中华民国吗？各位，所以你会知影，这是严严重出卖咱台湾人，你知影无？咱拼死拼死的，别让中国分开。你中国的中国，台湾的台湾，你是走路的，无唔对。阮和你吃，和你大个吃个大，结果你糟蹋人，凌迟人，踏人抢人，叫人杀人。今仔个有啊，这高贵的外省人，你小白。所以各位，咱唔知影，讲民进党是今仔是咱土生土长的政党哦。阮十五党出来继续咧拍拼，今仔抗战加罗心哦，台湾是咱台湾人的，讲到最有精神咯。结果今仔日咱发觉讲，我系啊，台湾的台湾人是咱感情上咧化的尔尔，实际法律上是咱的。啊，但是遐拢为什么咱亚乡对白的遮？拢予咱甲咱迷糊去，结果就是因为民进党伊参与了，参与选举了时阵，有迄个甜头，有迄个汤头，通去啉，通去食。袂记得台湾的时喏，几百年来有这个机会，当脱离中华民国的时，脱离中国，会当他的自立自主。诶，但是自立自主的是毋是要独立吗？但国是要来独立，咱的法律上爱来找出个金牛出来。你家己会当安尼独立袂？你是要向什么人独出来？有一个教授，我讲这个问题是，我问讲，你台湾民政府，台湾民政府时间要主持尔尔，你原来主张要台湾独立袂啊？你怎会吓咧？我问迄个教授讲吼，讲也无安尼啦，台湾独立吼，要为对独出来啦，你阿讲啊？只是讲袂出来呢。对啊，你要单独立啊，为要对独出来啊？你是为要中国独出来，为中华民国吗？啊，中华人民共和国，这土地都不是的啊！所以我直接问你啦，要独立，佮有一个母体嘛？我要离开的母体啊，对不对？中国的心，咱金门马祖，为什么中共有力无也佮摕起来？老迄两地底下要创啥？迄个世代关系啦，假咱写出来是有是世代有无？世代切断就独立吧，啊无你挂掉世代关系啦。迄个的老底下就是要世代关系啦，结果唔是呢？因中国迄两口罩呢，表面相当的呢，迄口罩在践踏因中国老百姓，这口罩呢在糟蹋咱台湾的老百姓。交得久啊，即摆好势啊！因迄两口罩在啉红酒啊，在把酒言欢啊！你看对阮坐落去，即台是情何以堪啊！当初为了反攻大陆，即袂使是外强去坐落啊，用即个政策欺骗人。
其实是台湾的时阵要安居乐业，吼、哦，把所有台湾的山顶、海边，拢做个成功啊、成功啦、啊，把台湾好山好水的所在，拢就甲咱占去啦。你想安尼？暗时安尼啊，各所在先，遐个什么妇联会啦，遐个什么民众服务社啦，遐什么外国社种种，遐拢咱台湾人的土地啦，因。国民党的双机卡炸一个，炸一个迄落过来，念念，是毋是呢？搞炸土地过来，啊？为什么搁咧台湾土地拢伊个国有诶？咱台湾百姓做得真可怜，所以各位台有这个机会来接受这个法律的时哦，但脑筋得真清楚。我本身也是资深的民进党员，我今日对民进党的心哦。唔是干那伤心的，唔是灰心念念，唔是痛心念念啦。恁的个人的利益，当初咱民进党国语文心啊，台湾国语文心啊，台湾自民自觉。各位，这听起来小下输下输啦，吼、哦，咱不分彼此啦，啊，得让自民自觉，不管你早来晚来拢好啦。台湾自民自觉，然后符合联合国宪章内底。但是呢，在1999年的时候，民进党硬改、偷改，连阮这党员都唔知啊，是甚物情形之下去改，是对一大改，是甚物主张要改，到这即摆一个袂啦，因为咱在插台民政府啊，卖管遐啦，咱台民政府显卡来拍算啦，来你硬改哪，你知无？台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嗯啊，这张呐听从阮早起讲听了下书下书呢。但是呢，会看呢，伊个国号叫啥？叫中华民国。阮头迄看迄顶悬了吼，都爽三秒啦。下骹即句吼，都气一世人啊！所以各位的心吼，我唔是讲调拨民进党安怎样，恁家来帮伊选举哦，无用选举哦。选赢恁吃大地，选输吃小地，但咱台湾何去何从？你为什么创造的心呢？把咱台湾更啊是落后？各位早期的真侪咧台湾支持台湾民进党诶，伊即马改做中华民国民进党，你知影无？你网络你也看卖，国民党伊写啥呢？伊写中国国民党，但是民进党写中华民国民进党，哎，拜托诶。你若叫写台湾民进党，我有哪讲起啊？好啊，那能接受啊？你台湾民进党，结果唔是呢？你得纳入中华民国系统内底的运作，就是安尼欺骗咱台湾人啊！讲起来袂使，你来投我这个哦，咱袂使输拿哦，靠你拿个你拢烧香啊，拢咧抢咱台湾人啊！你所在咧胡毛在的拿占多数，我有咧想讲吼。遐日本吼四五十个唔免啦，你唔免去上班，唔免咱开咱台湾的钱吼，你免伫遐舞池舞狗吼，遐华人烧成安尼过啊！你伫遐舞池舞狗，互咱看讲哦，你认真拍拼，阿免啦，加了哪里啊？你卖了咱薪水，你贵我拢卖，都互恁国民党去做，恁老百姓唔当迄落，唔是啦，哦，恁选举的呢，哦，啊大龙啊，咱来支持这个，唔能支持哪个，开始有国民党掉呀！结果就一票30元，政党阁50，四党内底200，你投一票都了203，就咱纳税人的钱呢。咱也看到吼，有32%，遐个囡仔我拢吃营养午餐的时喏，我内心咪真艰苦呢。你国民党统治啊，一歪龙歪几十亿、几百亿个，一个学生囡仔吃，一当个吃几亿尔尔呢？100万人，有32万人，我当吃营养午餐。你话这是什么小政府？你呐？你国财团，咱要赚两针钱啊，抛风落日安尼。结果有当咱想个讲，咱台湾遐富足，为什么今仔变个安尼来？有当咱大声一起来做台劳，刚想家己做外移。予咱即个家呢，工厂毕业只大生无人做，
因呐透过中介公司甲咱讲啊，大陆个深圳啦、对搭啦、广州啦、对搭有头路你来，啊，即无头路，包叫来暂时来啊，用安尼甲咱大乡乖乖出去，做台劳，既然是个思想教育，咧选举个时阵，因那个出发人机制，互你倒来投票，你看咱台湾比啊个即个程度，啊，但毋知影呢。马英九也是讲，我袂有中国劳工过来。靠到中国劳工过来，你内底的店内底会当啥呢？20万美金投资的钱，你来当在开公司，开公司免员工呢啊！我大陆员工过来，我订单我当大陆，各位，我订单来收，但是呢，我生产为大陆，你台湾赚一个毛啊？搁另外一种啥呢？我的公司内底，好，我叫几个台湾呢？今嘛那呢？我中国迄间公司也需要培养干部，里面呢到那边，哦，啊那边呢，佮调过来，啊咱当然佮调过，嗯，啊咱伊政府管袂着啊，中华民国管袂着，讲我这公司我员工调动啊，慢慢佮你换血，佮另外那呢750万会当一间公司七个人，我讲说变相要让你移民过来。七个人的时候，我讲啦，中国政府因啦开7800亿啦，啊不用7条啦，对来讲南山的啦，有几十万的家庭安尼过来，迄是较可怕的，免员工，免劳工，迄人公司的名义过来，过来了是来移亲咯，你知影？过来移亲咯，因为根本咱个个贴40%哦。因个只读大学时，那一个月贴3万咯、哦，吼、哦！我着想这个心咯，真那是对心肝，你知影无？咱台湾人出年了，欠长内多要读大学，啊，佫无多为家银行借，银行借，佫无头路，毕业就毕业就负债。咱台湾变干呐嘞？咱的外汇存款啊，全世界第四名的呢。咱台湾毋是无钱呢？结果咱外汇存款100个国家，咱前四名，为什么咱的生活变到安尼来？所以我来想讲，民进党吼，我呢，你得要选举啦，6合1啦，7合1啦，8合1啦，迄选啥物货啊？迄是延长国民党的性命嘛，延长中华民国的性命。甲国粹讲，你要看，阮统治了袂歹啊，阮做了我咧选举啊。你选去买票的时阵，我想必须要问恁啊，恁在座目睭若揭揭着，但哎，加加妈讲个咯，选举想揭着钱啊？这什么叫做选举吗？有公平吗？你选举知咱台湾有人爱钱啊，小屁眼啊，钱乎你了就要监管，甲你剥削。所以咱做这心哦，我做民进的公司总部，我做执行长的心，我怎么俩会算呢？怎样拢会算呢？来无多啦，无能对付现在庞大的怪兽就对啦。为早期过票箱改换了，慢慢真简单。买票的时阵，这个议员啊买票，这个议员这个票了。我做一个里长的时，免来分配哦，你这四个国民党呀，啊免来知影你钱起来，我有投你无啊？真简单嘛。迄、那个一张选票内底，那这里东西。买票，讲好，这家票当开100票，我着赶紧啊呢，我叫支持者，你拢甲登迄个片啊哈，吼、哦，啊种你个呢，吼、哦，你拢迄鱼啊，你甲登正平，规个拢正平，啊什么你个呢，规拢登倒平，啊你个呢，拢对着耳道，吼、哦，啊四个人我分配好势啊，开起来有一个误差5%，所以我才做这面讲奇怪。啊！现在规个片啊，拢登拢片啊，都百外张票拢登片啊。我着了解原因，就是买票时呢，你安那迄里长是咧分配，因为个人来买票时咯，伊伫遐监票。哦，这片啊几张，这只片啊几张，这几张。安尼，这个里长较用工出去修理，你知影无？啊，所以这个波都做出来，咱民众拢无多了，各打各的。不要人做人，国民党是安那去做票，不要来买票的。万叫你算的时阵呐，蒋家用立委白做伙啦，
伊总统袂使买票，啊，真简单，立委会当嘛。啊，掠着掠立委也也袂掠着总统啊啦。一票3000块，内底呢，包包立委啊，甲总统，要等拢啊等迄落滴个，用钱甲你买嘛。阮厝边所在屏东遐，阮就变讲，迄阵啊，阮厝边甲一票10万呐。你看啥时呢？伊就发现买起來我正管滴，我四当内底吼，现在歪了就几百亿个啊！我含你管理即个啥？一票10万，我来买。所以咱的老百姓心哦，无这个痛，我就想到这吼，就艰苦啦。我太太伫厝里啦，先生去做生意啦，去上班啦，哎呢，迄个条卡就来说出来啊啦，伊知影个太太伫厝啦，啊恁兜5票，啊你搬2票啊啦，对不对？你知影侵略个哦，知影掠个啊？迄哪边讲啊？你哪了规些个拢赢个啊？伊就掠个内底，你5票改变2票啊，啊无改变1票也好啊。啊！你讲别紧啦，我有4、5票，哪有紧啦？一票两只无差，大家咧想法，遐就大差嘛。啊，太太讲收钱，唔敢甲先生讲啊。啊，叫我投出来票，佮变咧啊。你知道？所以真侪拢利用，伊先生无伫迄时阵，人找因的厝里太太，拢太太大部分拢伫厝里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即个大家拢也知影讲，因安怎甲买票？啊，买票是买政权。啊！政权伊就把台湾强要出卖伊啊！咱就想着这痛心，今仔好在有咱台湾民政府。落咧讲吼，像阮书记人咧讲吼，若无咱台湾民政府吼，真正你敢若靠目屎，你就无法度伊啦。咱也无拳头武啊，也无武力，也要选举去输人，也无钱钱去输人，用咱台湾人的钱啊！啊，你是变哪？所以。我讲参加台民政府了时哦，我来一心一力加入。以前呢，出来了时呢，所以参加所谓动画活动，伫民政府以前叫做公正会啦。各位，那年纪较侪可能知影吼，以前叫做公正会，它不是叫民进党。前一阵我就伫咧参务啊，伊个民进党了时，哦，我混了后呆咧呢，我来去参加海外台独联盟呢，海外。就主张要台湾独立，要创啥话？但武规波拢加了辣嘞！要抗争的时，遐老插队啊，总统直选啊，有把台湾改变无？拢无嘛！啊，所以咧，台湾政府的时候，加起来了，我特地才讲，我有法律，由你走遍天下，才会当把这个中华民国不公不义的政权给赶走，无其他人无波啊啦！所以咱就动心。今日不管你按什么机会来，你有机会来这来遮上课，看网络也好，亲戚朋友介绍也好，表示恁真有福气。阮长时间要达到目的地啊，阮是拢坐慢车呢。各位今日来，那是坐快车呢，拢坐即马高铁咧，足紧的呢。就表示恁今日是要达到咱台湾所追求的，会当加入国际社会。这个目标，恁即马是吧？足紧的啊！阮过了十冬，鱼虾甲真个心哦，卡着万丹讲过去了一段啦，拢加了啦嘞。无有一条个会当比这用法，你过美国个时阵哦，较强有力，还当家只赶出来。二次大战个时阵，越南嘛，蒋介石。20万大军伫越南，但是呢，人出一个高人叫做胡志明，胡志明，胡志明是咱只讲吼，听讲是咱台湾人哦，嘿，佮大陆队的在咱台湾人，伊个心去要求法国，有只有法国力把蒋介石赶出去，所以人今日越南家己人独立。啊，咱呢？咱不但无救美国咱哦，咱有新的台湾人，搁个美国国务院做政工，我是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。嚯、哦，这赛事哦！你要做中国人，你做你去了，你先来讲，你也是中国人。所以国务院内底政处内底就是安尼，啊，即嘛留下记录。所以过了十档的时哦，美国就无啥会插你啊。当然，还没中国建交的时。迄阵仔时咯，为上海公报也好，还是咯八一七公报，因咧公布内底，啊，加上咧台湾关系法
你对不对？内底拢写到说呐，两岸的中国人呐、啊。所以迄阵啊，是美国呐留了伏笔，无要把所有这台湾人、南南做中国人来算。所以用的是叫呐 ，the people on Taiwan。你知道台湾关系法内底是安尼，但咱的必须要带咱的个意思是啥呢 ？the people of Taiwan。就是咱合约内底，咱用这個本土的台湾人，所以较个会行哦。我的政治受难者，我老去过呢，我前几年去过了，过都未成啊。所以我那个必须讲很奇怪呢。啊，阮和国民党受害迫害，我你个个未行，啊，你个唔是呢？你是学中国哦，去甲你侵害呢？哎、欸，那奇怪，咱的必须要是学中国。甲侵害就对了，啊！我是和中华民国甲侵害啦，啊！我各家各袂行，啊！伊和中国去遐，嘿，各他真啊各会行啦，啊！所以那些标的无同，所以我的了解了吼，咱的秘书长是用什么的个别国的时阵，哈、啊，原来就是安尼哦，迄个怎啊？迄叫做要害啦，迄进门就得要害啊！你知影无？啊，阮这唔知是乌白无木木都无效了咩？啊，秘书长是一门要法的，有战争法，有国际法，有人权法，用啥？旧金山合约那个嘛。所以各条美国法你也是喏，资料看看，嗯，还是对嘞。第一，本土大人无国籍，有旧金山回来的下的 people of Taiwan 呢，这就是含在迄个台湾关系法内底做 people on Taiwan 无共。所以咱呢，无啥无国籍，爱熟悉啦。过来，除了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声音的政府，嗯，啊，这样熟悉嘞。咱本土台湾人都无家己的政府啊，迄中华民国人是流亡的、走路的啊。第三，就像可以来得二三条的，美国人家占了国，嗯，啊，这样是熟悉。所以我讲，咱个今仔个会行就是嘞，今咱台湾就会成立，也是因为咱美国个啊，无今仔变咱体制来只大做伙，安尼三甲做伙。就是这段透过美国演员，咱有闲来台做伙。所以伫外交时喏，遐利益者，你就甲因讲，讲咱是诈骗集团。我拜托诶，我是诈骗一下。你遐个诈骗集团，你国民党啊、民进党也好，拢是成个金光党相像。你国民党成金光党咧，拿出几单人骗人、欺骗人，要反攻大陆，结果无，偌侪人死伫咧反攻大陆政策内底。你霸占阿爸选举利用选举，结果的时呢，拢糟蹋咱台湾人。啊，你民进党的时呢，我富于生活。我讲吼，我讲有一个寄生迄个生，迄个故事啦。迄寄生咧一个壳尔，伊个壳袂大。但迄个霸占嘛，占嘛会大，就是咱台湾人，就咧同民进党啊，甲咱台湾人。所以我就饲着只寄生，较知影。迄、那个寄生的时喏，到尾啊咧扫出来，我就讲是天气热的款啦，要吹电风呢，还是要倒腰啦，搁下棚过去，我唔食咧。第三只在跳伊呢，我想奇怪，啊这寄生有咱饲个跳伊，所以另外一只我讲个可以写文放生啊。过来去食的时喏，我就走去问迄个卖寄生的讲啦，哎呦，你唔知啊，这寄生哦，迄个坑哦，伊爱扫出来，你要饲较大，吹较大的壳啊，啊吹无动了，把大你把心弄袂着跳伊啊。所以，中华民国，咱台湾就这个经营啦。中华民国这壳袂大啦，为了你台湾这个芝麻心会大，所以你这个会大甲袂大甲做，啊，就做会翘伊就对啦，做会翘伊啦，对。所以今仔要为代替中华民国这个壳的呢，就是台湾民政府。就咱台民政府含这个啥呢？含这建设这台湾，咱本身台湾这两百姓夹夹，啊，好势当当。你要大，咱来直直大；啊，要小来要小。吼、哦，安尼啊，到尾中华民国迄边死，迄边大，迄个坑哦，温死的就对啦吼，温死的。所以大家唔知这个道理的时阵吼，我就无救啊，因为安那呢，咱即嘛专心，就是要讲咱的叫咱的清洗文件，这美国荷兰的嘛，中国人啊，台湾。我分不清楚啊，而且咱看美国的肖像啦，啊，图片啊，这是美国人、英国人还是意大利人分不清楚啊？还苏联分不清楚啊？都翻到独独的了啊！
啊，同款呢，伊看咱也是安尼，嗯，结果看个拢相像呢。啊，所以话要分中国人台湾人，就是你政策提出来嘛，政策提出来，哦，内底就写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若无，所以话人想讲哦，奇怪，啊，我著一张迄个心情好用好用，怎么啦？歹势，连面皮袂用一人啊，连面皮用一人，所以故意，我甲你亲戚朋友讲。你开一千块来，这是美国甲咱规定的。你开一千块的时吼，这张就是咱的保命符。台湾三四百年来是有史第一例证明咱的信用呢。啊，这个是咱各美国了，美国合理的讲，你爱的证明个你是本土台湾人。所以咱们遐麻烦，咱来改去库房所一千呢。哦，我头还是刁难的，即马我也跟刁难的，歹势，咱来叫一个较歹的，伊就唔敢刁难啊。哦，伊就知影嘞，枪械的啥？人家证明咱是本土的，我还有差别啦。你是要做中国人，伊做中国人啊？来美国过来是为虾米？伊把台湾建立一个啥呢？伫亚洲上大的军事基地、自由中心，伫在咱内湖。所以你住伫台北的人，你有机会就走迄个内湖看卖金马路100号。为啥美国明遐大个财力要来起一个所在地啊？哎，你就想讲，哎呢，伊要轻轻松松哦，阿强来吸引吗？您敢会想这個吗？你可是一点的心哦，填满遐美国号，以前那扩建啦。搁另外啥呢？阮高雄，那住伫高雄的吼，迄、那个翠花路，遮尔古家楼对面，迄、那个美国学校，恁有去那看看 ？A 栋甲 B 栋 ，A 栋三楼 ，B 栋四楼，搁兼地下室，内底就是要学生要增加。哎、奇怪嘞，咱校拢伫咧咧建嘛，啊，为什么美国校是这个增建啊？真简单嘛，美国部队要入来嘛，要入来啥？要军校要入来嘛，啊，军校够子弟要读册嘛。所以大家各位想看卖是，美国为什么台湾这里袂使放？台湾这里袂禁袂禁的防空母舰。于是大家受到这个各位是的，日本家做一个南进的基地的时候，伊按对世界安怎讲呢？台湾是一个不成的航空母舰。更加讲个啦，别想讲。迄、那个美国即马十一台迄个核能核动的航空母舰呐、啊，这航空母舰的时喏，50吨、70吨吼在整修呢，要退休呢。啊，即搭袂停的，你无要顾即搭袂停的，咧顾遐会停的，会整修的呢啊。所以大家吼脑筋要足清楚，今仔有机会，大家来即个接受华理，头下带着真侪疑问，吼。哪有可能呢？啊，这政府变哪叫伊走呢？哦，哪有可能呢？啊，凭恁这上课的让来让对走，啊，清什么证？安尼来让伊走？哦，我讲啊，全世界咱台湾的历史地位足特殊的，啊，因为特殊，所以伊要走方式，要离过方式也足特殊。所以呢，过美国了的时阵，美国是按照华理来。咱不是有军头部去甲阿美国呢？不是呢，咱是用法律去阿伊啊！你今仔美国是呢，伊按照旧章合约来滴，你是一个占领国，歹势吼！中华民国迄是你叫来吼！啊，即摆呢，你当初用军舰甲载来，啊，我民政府意思来呢？啊，你甲载走啊？啊，要载一堆，啊，迄就你的代志啊呢？你是安尼哦？所以，咱未来台湾民政府接政权，不是把中华民国接。咱是安那中华民国也政权交予美国军事政府，然后嘞军事政府那交予咱台湾民政府。啊，所以来要进一步讲了，因为时间的问题就对了吼。所以我无当真详细讲，但各位啊，一定爱有一个信心在啥呢？伫去年美国国会哦，本来国会啊，咱也无咧真啥会啦。但是呢，因老在研究了，有咱的过了的时喏，一挂问题拢提得出来。所以我想，美国国会因来研究，美国是三权分立的，行政、司法，对不对？个立法，咱的法律的部分哦，咱是强项啊，对不对？个咧国务院吼的行政啊，啊个啥呢？加迄个立法吼，这较弱项呢。但是国务院的先，老实讲。因为咱过了心哦，应该放弃抗辩权了心哦，咱的强项能够出来啊。就是咱高等法院啊，以最高法院的心放弃抗辩，
放弃干瘪的屁股，你现在好了好了，你以前狗样我都认了啦，你知吼，咱狗样都认了啦。所以呢，国务院就要慢慢的顺着美国政府慢慢的调整。个人话，国会来的去年八月二号，有一个研究小组吼，也提不跟上来，中国台湾一个中国政策的演进哦，演进的这个政策的对了吼，来的重申强调，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国人民共和国都没有拥有台湾的主权，这大家记住嘞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到这吼结束，以后有机会大家再互相来感到来，以上多谢各位，各位同事。